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一，他唱的是什么歌呀？15的月亮，你以前没听过吗？一，他唱的是什么歌呀？15的月亮，你以前没听过吗？二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我可能有点发烧，没关系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二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我可能有点发烧，没关系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三，他是你们的体育老师？是，他上课很有意思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三，他是你们的体育老师？是，他上课很有意思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四，你刚才说哪儿有问题？这儿，应该是10000元，你写的是1000元。四，你刚才说哪儿有问题？这儿，应该是10000元，你写的是1000元。五，你看，他的眼睛、鼻子和耳朵都是黑色的。熊猫真的很可爱。五，你看，他的眼睛、鼻子和耳朵都是黑色的。熊猫真的很可爱。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六，现在几点了？别迟到了。不会的，我的手表才8:30，还有半个小时呢。六，现在几点了？别迟到了。不会的，我的手表才8:30，还有半个小时呢。七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。你看那儿，树上的小鸟也出来了。七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。你看那儿，树上的小鸟也出来了。八，你是不是又在网上买衣服？
为什么不去商店买呢？网上衣服漂亮，重要的是还方便。你来看一下，这件怎么样？八，你是不是又在网上买衣服？为什么不去商店买呢？网上衣服漂亮，重要的是还方便。你来看一下，这件怎么样？九，你们要把椅子搬哪儿去？我想把它放到花园里去。九，你们要把椅子搬哪儿去？我想把它放到花园里去。十，我忘记带照相机了，明天还你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最近也不用它。十，我忘记带照相机了，明天还你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最近也不用它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了我小学的校长，你相信吗？20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记得我的名字。校长还认识他。十一，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了我小学的校长，你相信吗？20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记得我的名字。校长还认识他。十二，过去的书很便宜，买一本只需要几分钱或者几角钱，1块钱能买好几本书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书越来越贵。现在的书比以前的贵。十二，过去的书很便宜，买一本只需要几分钱或者几角钱，1块钱能买好几本书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书越来越贵。现在的书比以前的贵。十三，我真的只学了2个月，每天练习2个小时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运动，
所以水平提高得很快。他对这个运动没有兴趣。十三，我真的只学了两个月，每天练习两个小时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运动，所以水平提高得很快。他对这个运动没有兴趣。十四，黑板上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？你懂了吧？现在用这个词写一个句子。他们在想办法。十四，黑板上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？你懂了吧？现在用这个词写一个句子。他们在想办法。十五，那个学生表示他没有其他要求，只希望能参加这次比赛。那个学生想参加比赛。十五，那个学生表示他没有其他要求，只希望能参加这次比赛。那个学生想参加比赛。十六，昨天中午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才发现自己忙得把生日都忘记了。他忘了同学的生日。十六，昨天中午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才发现自己忙得把生日都忘记了。他忘了同学的生日。十七，你是说黄经理吗？我刚才在电梯口看见他了，他很着急地下楼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黄经理很着急。十七，你是说黄经理吗？我刚才在电梯口看见他了，他很着急地下楼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黄经理很着急。十八，那位司机的声音很好听，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唱歌。他自己讲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那位司机没什么爱好。十八，那位司机的声音很好听，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唱歌。他自己讲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那位司机没什么爱好。十九，小晴，你是在画大树和小草吗？你有绿颜色的铅笔吗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这儿有，借给你。小晴正在画画。十九，小晴，你是在画大树和小草吗？你有绿颜色的铅笔吗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这儿有，借给你。小晴正在画画。二十，他低着头在前面走，那条狗在后面走。
它向左走，那条狗也向左走。它向右走，狗也向右走。那条狗走在它前面。二十，它低着头在前面走，那条狗在后面走。它向左走，那条狗也向左走。它向右走，狗也向右走。那条狗走在它前面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哥，你喝点什么？给我来杯西瓜汁吧，谢谢。男的想喝什么？二十一，哥，你喝点什么？给我来杯西瓜汁吧，谢谢。男的想喝什么？二十二，我们下午在什么地方见面呢？在西门吧，那儿离地铁比较近。他们下午在哪儿见面？二十二，我们下午在什么地方见面呢？在西门吧，那儿离地铁比较近。他们下午在哪儿见面？二十三，你和你女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想想，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三，你和你女朋友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想想，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四，从照片上看，你长得很像你妈妈。您也这么认为？大家都这么说。他们在看什么？二十四，从照片上看，你长得很像你妈妈。您也这么认为？大家都这么说。他们在看什么？二十五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学校里面有超市吗？有一个小超市，就在图书馆东边。女的要去哪儿？二十五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学校里面有超市吗？有一个小超市，就在图书馆东边。女的要去哪儿？
26。喂，再有20分钟，张小姐就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下出租车了，马上就到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6。喂，再有20分钟，张小姐就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下出租车了，马上就到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这个感冒药我已经吃了3天了，一点作用也没有。那我们明天上午去医院看看吧。女的怎么了？27。这个感冒药我已经吃了3天了，一点作用也没有。那我们明天上午去医院看看吧。女的怎么了？28。李老师，您孩子真漂亮，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叫甜甜。今年4岁了。李老师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28。李老师，您孩子真漂亮，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叫甜甜，今年4岁了。李老师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29。怎么样？你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同事们很热情，都很照顾我。男的觉得同事们怎么样？29。怎么样？你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同事们很热情，都很照顾我。男的觉得同事们怎么样？30。马上就要考试了吧？你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昨天已经考完了，大家都觉得这次考试题很容易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0。马上就要考试了吧？你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昨天已经考完了，大家都觉得这次考试题很容易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4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
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她姓刘，叫刘洋。你们两个的关系很不错。是，在我们班里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女的和刘洋的关系怎么样？31。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她姓刘，叫刘洋。你们两个的关系很不错。是，在我们班里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女的和刘洋的关系怎么样？32。你今天买了多少斤香蕉？10斤，只花了20块钱，便宜吧？便宜。你没买点别的水果？你还要什么？我下午再去超市买。男的买了哪种水果？32。你今天买了多少斤香蕉？10斤，只花了20块钱，便宜吧？便宜。你没买点别的水果？你还要什么？我下午再去超市买。男的买了哪种水果？33。这个字是裙子的裙，不是裤子的裤。是吗？你没说错吧？桌子上有字典，你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去查一查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3。这个字是裙子的裙，不是裤子的裤。是吗？你没说错吧？桌子上有字典，你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去查一查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4。你看看地图，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应该是在这条河的东边。还远吗？不远了，把手机给我，我打个电话。关于他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你看看地图，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应该是在这条河的东边。还远吗？不远了，把手机给我，我打个电话。关于他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你脸上、头发上怎么有水？下雨了？是啊，外面下雨了。你怎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接你？已经快到家了，就没打。我先去洗洗。好，洗完就吃饭。女的为什么没打电话？35。你脸上、头发上怎么有水？下雨了？是啊，外面下雨了。你怎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接你？已经快到家了，
就没打，我先去洗洗。好，洗完就吃饭。女的为什么没打电话？36，你帮我再拿一双筷子好吗？好，还要什么别的东西吗？那就再拿一个盘子吧，你小心点儿。好，我去拿。男的要去拿什么东西？36，你帮我再拿一双筷子好吗？好，还要什么别的东西吗？那就再拿一个盘子吧，你小心点儿。好，我去拿。男的要去拿什么东西？37，站中间的这个人是你吗？不是，站旁边的那个是我。真没想到，你小时候那么矮呀。小时候不高，长大以后我就变高了。女的小时候怎么样？37，站中间的这个人是你吗？不是，站旁边的那个是我。真没想到，你小时候那么矮呀。小时候不高，长大以后我就变高了。女的小时候怎么样？38，这次会议在哪儿举行？开几天？在北京，可能是一周。必须参加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问一下经理吧，然后再告诉你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8，这次会议在哪儿举行？开几天？在北京，可能是一周。必须参加吗？如果不是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问一下经理吧，然后再告诉你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，你是不是又在玩电脑游戏？没有，我在给我姐姐回一个邮件。喝咖啡吗？好，少放点糖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，你是不是又在玩电脑游戏？没有，我在给我姐姐回一个邮件。喝咖啡吗？好，少放点糖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0，怎么回事？又出现问题了？是，和上次一样，相同的问题。这个冰箱用了好多年了，太老了，买个新的吧。我看也是。冰箱怎么了？40，怎么回事？又出现问题了？是，和上次一样，相同的问题。这个冰箱用了好多年了，太老了，买个新的吧。
我看也是。冰箱怎么了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